前方100米的地方，这个红绿灯右手边就是这附近最大的商场了，宜兴800万，准备啊去这边逛呀，顺便给你们拍下这边大概是什么一个情况。这里啊感觉人不是很多，可能是因为夏天的缘故，太阳太大了，没有什么人出门。我啊准备去这里面吹下空调，顺便看一下里面大概什么情况。走，等下红绿灯。这边车还是停的挺多的，还是有一定说法的感觉。楼还是很高的，不吹不黑。哦，来了。这边啊是6号路口，走进去，广场也是很大的，感觉啊晚上应该很热闹。走，往里走，进来了。这里啊就是800万了，非常亮堂，非常高级的商场，厉害了，800万。